一年一年啦，哪老吼，小款老念头。唉，啊，我唔是别人，张国洲才是我本人啊！啊，伫咧本地方所在算起来吼，做人还阁袂歹啦。阁一个后生叫做萧青啊，对我非常友好，啊，甲阮孙咧掺下吼，两个透早烧酒，讲要外口所在，等两个出去都唔通，然后转来好好，就伫咧厝内大家等一下好。那是到位啦。这就是阮的家伙咯，我就紧张诶。人讲吼，歹心无就爱计较无，伊人讲我的娘囝遮尔啊正水，我阿爸一定对你真满意。多谢你的安大。同齐进去咯。进去。行，你来，你客气。哦，我等来啊哟。亚青，我回来咯。等过来啊哟。我等来。这布条我是。阿爹，我你介绍，伊的名字叫做彭丽玲哦，在外面的所在，我是一见钟情哦，我该娶倒回来，我希望阿爹你同意，我要娶她为妻啦。对啦，爹，你要娶某啦。对啦，爹，你讲咱台湾话袂乱讲哦。你甲讲地点啊？是啦，阮当地。地点嘛是我咧去的。开清茶馆啦。阿爹，这毋是你去的迄种的。啊，无咧。伊所开的是清茶馆。哦，是安尼哦，啊，这个乌马上你啥？靠呀！我靠呀！啊！你头前啊，去说啥物事呢？法官拢伫安尼啊！你要做法官哟？要做法官。会啦，会啦，久等久就你会啊啦！欢迎来咱兜咧！我见面头前叫公公啊！嘿，你有拜见公公？哎呦，我叫公公呢！意思要吼，和我做某，你做新妇的。安尼好，我同意啊！你有同意啊？当然，这个新妇世间就是甜萝卜啦！而且我咧做青菜炒菜，伊就爱耍做乌呀！哎呀，阿爹是咧讲啥物啦？啊对啊，阮囝即张才，当然我的新妇依从不动啊。既然阿爹你有同意，我带内娘倒转来，就是希望我现在有一个安定的家庭。我希望拍天探烧，阿爹你替阮做主，互阮来当完婚拜堂啦。是讲要完婚拜堂之前，老爸爱甲你讲一件代志啊。阿爹有啥物代志啊？啊，你还袂倒转来啊？啊，惊啥名人啊来厝内地通天，讲听了招婚期啊，需要啊，叫恁这少年家往高惊啥，为国效劳。我希望讲。爸娘，我若嫁你，会用是老爸有同意。但是恁完婚拜堂了后，七天后，老爸希望我你往京城为国效劳。哎，我为国效劳，对啊，这本来就是我的愿望。变我甲爸娘两个人，当我要完婚而已。七天后，你爱我去哩，去到京城，啊，恁阮两人到时爱分散，阿弟啊，咱当尊重日子来延后啊。哎呦，王英啊，等你若去为国尽忠啊，啊，代事若处理完毕了后。以后久久长长的时间，恁两个阿母要做伙偌久嘛，无人会甲你管着，唔对。嫌讲阿爹我。嫌讲老爸咧讲话，你无爱听吗？小青，我刚才事实为你哦，相信公公会讲切话，嘛当然对你是有期待。一路上你嘛有对我讲你的理想甲抱负，既然就做好这个机会来，我想你就莫搁再讲咯，伊就会顺从公公伊的意思。你看卖啊，新妇咧讲切话就好听啊。既然内娘你若是够有同意，好啦，你对我有这个愿望，我当然袂受你失望。我来去进前了后，我会当赶紧倒转来，甲你一家团圆呀。